我是刚刚在车站那一百四呢，十月二十号瑞芳南路，10:58车牌热线。这里要吃哦，左邻八德江北江南花莲的，一律说一下下面怎么叫外形。902群黑车。拜拜，再见喽。4026次在瑞芳彭家通过，感谢支持路上面的马子们，多多对我们的一级高上面，感谢支持，拜拜。超开心的，结果还要九百平方块。4026次以前的642，谢谢哥哥，再见。